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一靠手，再靠手，三靠手。干嘛呢你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口奴才。哎呦我的妈！快点让网友来总结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和闺蜜一起感动哭的礼物。火锅麻将桌，赶紧艾特他们多倍快乐。爱打麻将和爱吃火锅的人都发出了尖锐爆鸣声，让每一颗麻将都变得咸香四溢。一台摆宿舍，一台摆家里，不敢想象会变得多热闹。我怕有人一胡，我直接下一次全推锅里。非常的真实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这个要是在我们农村飞一下子，那边起码要跪100个老太太。